叫啦，忘记阿曼。好。声音啊，艺术就好，听着比赛有感冒。哎，有感冒。今天是雨战啊！好了，我们进入越野世界了啊，也就是这条路段最虐的上坡开始了。哎，来自台中的大哥，哎，听说常常征服赤坎顶，是这样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好，赤坎顶后花园哦，下次有空就去骑啊。看这个大哥小腿肌这么粗壮，难怪。所以赤坎顶真的是一个很好练车的地方。赤坎顶练完，大部分的台湾的山路都还可以啦。好，谢谢大哥。哎，难怪哎，他在上坡超我车哎，超强的紧把，然后上坡又超车，高手高手。哎，有实力啦，要我超。保留实力，他说他现在是保留实力，保留实力。加油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来自台南的朋友。嗨，下雨天还骑车，为什么？这是一种态度。冒险，是不是？不是下雨就不骑啊，那是不行的。热血啊！好了，我们到了这一次赛事的制高点。哇！7:41，还有60公里。过旗山桥了，哇，有感觉累了。我现在进入燕巢区了，也是这个赛程最后的有感上坡路段。哦，现在时间9:01。我们必须压在一个小时以内要回到四大运动场。Go！ 好了，我们要到了四运主场。哇，快到了！最后100公尺。3个多小时完赛，进一堆人了，好厉害啊！好了，我们已经骑完了今天的高雄经典百 K 的赛事。哦，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下雨，然后就雨战，一路上都是雨战，雨时而有时而停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一开始是骑得很不甘愿，因为下雨。但是大概你骑了后面身子热了，下雨反而是另外一种好事，把你的身体再降温一点点，比较好骑。比较困难一点，我觉得是在山路的下坡的部分，因为怕打滑，所以在下坡的部分我们会再减慢速度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的高雄经典百 K 挑战成功，耶、！这位台南来的车友有话对 Jenny 说，为什么没来？听到没有？下次记得来嘿。好，我们在高雄经典百 K 遇到 KON 的车友，好，来自菲律宾的John老师，他跟大家分享一下高雄百 K 跟 KON 百 K 差别在哪里。来，1km 到90，3个小时还好，那个 last 10km 啊，2个小时，好嘞 ，last 10km 他花了2个小时，但实际上他5个小时就完赛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5个小时哎。高手，好了，谢谢我们来自菲律宾的 Jonathan， 谢谢。3小时48分56秒，还可以吧。